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。哦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淳浩。那看到标题呢，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光速啊，200公速的光速老爹光速歌德。那大家知道歌德的被动呢，只要使出点金，你就可以有一个护盾嘛，对。那这个护盾呢，能够在你使用技能之后也释放出来。所以呢，哦，如果我们再搭配这个近距离的打法啊，这个掌法的话，光速掌法，那么哥德尔呢在打近战的时候就是相当凶猛，不停的推，不停的叠盾。但是幻想总是美丽，现实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也是美好的。那前面呢我们还没有这个光速的技能，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二技能做一个 poke， 这边把勇推了一下，他交一个闪现，那刚好他推过来的距离再加上闪现，让他基本上待在原地啊，那顺利的呢就收掉了，因为他们牛魔王刚刚在忙。我刚刚去卖牛肉，所以呢没办法保护他们的蛹。那我跟凡恩呢就及时的这个把蛹给杀掉了。好，我们的这一场呢的打野呢是刀锋宝贝。刀锋宝贝是一只需要队友消耗啊，消耗对手的一个角色，除非等级上有优势，不然在前期大家都平平的时候呢，我们该如何帮助刀锋宝贝刷起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那凡恩呢他不是一个顺伤的角色，那在克里希前期伤害也不是很高，所以整体而言呢，在前期呢我们就要更注意到 poke 哦，只要呢 poke 多次一点，那对方想要消耗多一点，那基本上刀锋就比较好进场。而我呢还有凡恩还有克里希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所以我们不是瞬间打一套，而是先 poke 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吕布，看一下这个操作，一技能再加闪现，直接把吕布往回推，成功的让他回不了塔内。好，直接收掉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入侵到对方的蓝区这里，刀锋呢想要进场，但对方的血量呢，啊不是刀锋啊，我看错，是克里希啊。那这一波克里希发现我们的位置啊，那他这样的 poke 在前期呢，其实他也是没什么伤害的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好。这时候牛魔王在这个草丛对面啊，他已经看到我，而且我看到悟空过来了。牛魔王进草之后呢，我呢直接把战局往左方拉。这时候一个一技能加闪现，然后搭配大招定住了这个蛹之后，再用一个二技能，最后收割。哥德尔在开大招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头上是有一个黄色的条的。那这个黄色的条呢，可以呢，你可以呢看出自己的大招时间还有多久。那这个设置啊，跟以前的哥德尔比起来好太多，因为有时候。以前的哥德尔你需要自己去算秒数，但现在是不需要的。好，我们这边呢把下塔推掉之后，我就在进攻下路，那这边还有凡恩再加上克里希，我们下面有三人组，对方呢只有两个人，一个牛魔王再加上一个蛹，那我呢用三指操作尽量去 poke， 这时候牛魔王冲出来了，而且还跳出来，基本上他是完蛋的。这边的话我们成功顺利的围殴掉牛魔王，那个蛹进塔之后就打不死，没关系。这边看到对方克里希，很可惜这个蓝 buff 两肋插刀啊，直接拔刀相助挡住个这个克里希啊。好，那我这边看到队友呢遇难，马上一个大招哦，牵制住对方的悟空，让我们的刀锋顺利逃脱。这边呢再用一个二技能直接收掉对方的克里希，那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伤害已经慢慢的开始起来了。那我这一次的装备呢，我们用了三件装就达到了200攻速，因为呢暮光之刃呢它开启的时候啊，用普攻之后，它的攻速会增加 50%。那再还有这个炎怒之爪，也可以呢，再叠到五成的时候，额外增加 50% 的攻速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再加上这个一个龙骨剑，然后攻速血，就可以到达200%。再加上自己本身的奥义。好了，那这边的话呢，牛魔王进场之后，我再进场。可是我这个控制呢，控得不好哦。那加上刚刚这个电脑又宕掉，所以直接做一个好像没事情的剪接，殊不知我死了一次啊。那这边进行了一个鬼子蠕动之后呢，跟着刀锋一起把野怪都吃光。对方的蛹呢，我稍微的想要继续 poke 一下。现在呢，他们呢还有三只，但下落不明。等一下报个失踪人口来看看。好，克里希呢想要守塔，但这时候我们没有兵线，兵线来了。那兵线准备进塔之后呢，我们选择跟这个克里希到下路去。那我刚刚在小地图上看到了悟空，所以就往下走。这时候克里希追上去，但我躲在后面，因为呢我知道对方的人呢已经准备杀出来了，所以你太前面的话，很有机会会被对方一波反打。
那我们的刀锋呢，终于被 shut down 了。这边呢，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干嘛，可能在看歌仔戏吧。那我呢，跟这个克里希还有凡恩，差不多可以拆掉下塔，因为我们的 poke 能力很强啊。那硬是要拆塔的话是可以的，可是对方也来了三个人支援，那三打三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先选择保守打法。好，这边对方勇的血量剩一点点，我量他也不太敢守塔，所以我就绕了一下路，本来想说要在这里就是蹲一下勇，那勇呢是直接回去了，不过我也算是成功卡位，哦，卡住了兵线，然后让我们的人顺利推塔。这时候吕布呢、悟空他们都差不多会往这边靠，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蹲点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对方的后排，瞬间秒掉。这时候我扣了一个集合，我想说在这里做一个蹲点，看一下能不能蹲到什么人。那蹲点的日子总是特别漫长的。你看我这个又看到对方在小地图上露头，就不知道这个策略到底是行还是不行，就对方中路露了三只啊。好，这时候本来想离开啦，但是机会是怎么样，是不等人的、啊、哦，这个勇又走了回来。这时候我们派出克里希啊去引诱他过来，看这个勇呢会不会走过来这边。他走过来我们就直接过去一个大招，那结果他好像要来了、哦、直接过来一个大招，刚好抓到搭配凡恩，这个勇动弹不得。那我真出了这个龙骨剑啊，那我们呢要对打的对象呢大概就是悟空跟吕布啊。好，那我这边的话交了一个闪现，丢了一个大招，但很可惜刀锋这时候看到说时迟那时快，直接杀进去。那刚刚没有的助攻呢现在都赚到了，他应该可以再杀掉勇吧，果然把勇给杀掉了。这时候吕布过来啦，那他收掉我们一只角色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四人围殴啊，怎么样，就是公平，我们是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一个决斗，四个人打一个，我们不是五个人打一个，是四个人打一个而已啊。好，这时候对方死掉了三只，那我们的兵线都往前推进，这边三指操作 poke 一下，对方的牛魔王呢已经开始有坦度，那个血量已经开始打不痛了。这时候刀锋一人刷进去，我们必须去支援他。这边一个二技能 poke 到牛魔王之后，大招抓起来，牛魔王没使用技能，所以呢大招是抓得住的。如果牛魔王有使用任何技能的话，就不要再去用任何大招或是技能，因为他推不动。好，我们再重新做一个蹲点，我看到克里希一个二技能抓到克里希的位置，直接过来大招，但很可惜没有队友可以跟上来。这时候凡恩被吕布的这个打，那我看到对方勇也靠过来，直接果断放生凡恩啊，是我带领他走向死亡的边缘。这时候刀锋过来哦，那我们呢尽量找一个后排，好，看到对方的勇在后面，直接二技能定到之后，但我怕呢会被射死，所以还是往后拉了一下。那我们把牛魔王给拉掉之后，让刀锋直接切入后排。这个牛魔王呢没有保到后排，所以呢刀锋的予取予求，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直接把对方后排切个稀巴烂。好，那现在上路兵线也过来，那我的已经达到了这个195啊，就差不多200攻速的成就了。现在呢我们就注重继续推塔就好。那大家记得哥德的这个魔法伤害是可以暴击的、哦、所以呢可以呢在奥义上面偷偷塞一个，像我就没有塞暴击，因为我们有出这个炎怒之爪，它就有暴击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等待一下之后，看一下对方三个人在上路啊、准备杀过来，可是很可惜我们克里希不小心死掉了。这时候刀锋如果杀进去的话是蛮危险的，我们要尽量制造出一个空档可以让刀锋切进去。这边的话大刀过来抓到了吕布， OK， 刷起了一只之后，但我们现在只剩刀锋还有凡恩，再加上我，那现在是一个三打三。我现在往前推一个闪现，克里希瞬间交了免疫，这个反应是蛮漂亮的哦，这个操作蛮不错。那这时候呢对方的人数跟我们人数一样，其实很难打进去，这江夏已经打到17分钟了，大家都满装的情况下呢，你要强行突破其实就比较难，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先稍微的拉一下、哦、看到悟空呢已经复活了，那我们这边呢还是只有这个三个人，这边稍微的等待一下，左晃晃右晃晃，我们持续做一个 poke。 那我很想要冲进去拆塔，可是呢下路兵线，你看下路兵线一直没过来，那他们的人基本上这样的人数呢就可以完整的守好这些塔。好，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典桥段啊、哦、我们准备要开始无损吃凯撒了，好不好。好，最后就要出一个恶魔微笑，那出这个密咒之刃也可以啦，诅咒之刃、密咒之刃，好，都差不多。那你可以看呢，我们这个被动啊，
护盾呢，不停的叠，不停的叠。哦，那这个凯撒呢，打掉了我一个护盾之后，我又生出了千千万万个护盾。这个时候非常搞笑，非常搞笑，搞笑的事情即将诞生。凯撒血量直接剩下一千，剩下血量低于一千了。结果呢，我们直接拉掉，因为我刚看到了这个，我们以为啊，最后就是你知道，互相以为对方会去吃掉凯撒，然后想要算了，看不吃了。这时候看到上路有个吕布，我来牵制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其他队友呢，离我们比较远。那我们这边小心，我看到牛氓过来，但是牛氓一过来就表示说后面跟着很多人，那反而直接牺牲奉献，倒在那边了。那复活战甲骷髅哥背起来，但是还是在原地死去啊。那这一波我们就也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没办法，这个安息，祝你安息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少一个队友啊，要硬打的话呢，有点困难，除非可以在瞬间收掉他们一只角色。这时候刀锋呢，直接往对方的这个后排切过去，深入啊。那我这边一个大招抓到了这个两只角色，那悟空呢跟刀锋单打，刀锋是打赢。可是很可惜的是，我抓到对方两只后排之后，却没有人可以跟上，所以这个有点蛮可惜的。那刀锋在中路直接被打爆。好，这边看到草丛有人，我射到人，我往前推。那这个悟空直接个大招定到我，再加一个隐身，那他跑掉，我也很难追啊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剩下一个牛魔王啊，直接打死。你看吕布走过路过，好像不是他们家的人一样。这边收掉了他们的坦克之后呢，其实要打一波就比较好打。我这时候扣了一个集合，因为现在比赛来到21分钟，再拖下去就完蛋了，好不好？再拖下去就于事无补了。那这时候他们呢，有一刚吃了凯撒，然后丢了一个天空巨龙。而我们呢，紧的在下路带兵线，他们中塔已经被突破了。这时候呢，其实只要全体人员硬杀过去，应该是没问题。那这边勇呢，好可惜，跟刀锋做互换，但刀锋还有复活战甲，我这边也是很可惜啊。我这个大招开起来就被克里希的这个大招给死掉之后，大招打到最后下一嗝屁了。那最后呢，被对方一波反打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好啦，今天这一部影片就到此结束，还想看我玩什么角色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